廉政行动2022这天举行造型祭招，剧中多位演员包括袁伟豪、蔡思贝、谭俊彦、陈敏芝、周志康、陈小华、胡诺言、黄嘉文、魏志豪、吴家乐、邵展鹏、陈明喜等都有出席。最近有传曹永廉因为肾结石秘密入院治疗一星期，其后阿廉向传媒承认入院一星期，更透露以前也曾经秘密做过血管扩张手术。作为阿廉的好友敏芝和阿生都劝对方要多多休息。他永远都是不讲，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说有没有事，他说没事啊没事啊，因为他不想我们担心。对啊， 可是我那天就直接说那场戏不拍了，让他回去睡觉。你很好哦，真的很好，真的是应该是这样的。对啊，那我就其实我们很多同事都是有时候都是有病都是不能讲，因为很想快点拍完嘛，对对对，不想影响别人，但是这是不行的。我觉得现在都是身体很重要，对，就是身体健康，所以你一定要乖乖呀，你。这部剧集是 Cicely 和阿 Ben 继《铁探》之后再度合作，两人都很期待可以有更多新火花。我很期待跟思贝合作，因为上次就是2018年我们做这个《铁探》，已经是三年有多了，他三年过去的三年也是演出的非常丰富。那所以我希望在这次他可以在他身上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啊，有不同的火花。我很期待，因为跟阿 Ben 就是上一次的关系跟这一次有进化了，就是上一次只是好拍档还有好同事，这一次我们也是在中学的时候师兄是妹的关系嘛，所以多一层关系就可以多玩一些不同的东西。早前 Cicely 和张震朗在《好声好戏》的配音演出大获评判和观众好评，不过 Cicely 就自曝压力真的非常大。如果没有剧拍剧的时候可以参加的，如果拍剧的时候真的太大的压力，因为练习的时间，你们看见台上面我们配一分钟，真的练习太长时间，因为我们尽量就是像背那个台词，不想看，因为你看着这个 screen 的时候才可以跟他们的时间是一样，所以要背台词字，背他们的节奏，背他们的语调，所以就是看起来很短，练习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如果有机会就是看一看有没有剧再拍吧。